106年6月25号，星期日的早上，石门水库热气球嘉年华会。你都喜欢那种有那个小鸟的红包是吗？再来一颗。要不要买有红几根的红包？这四颗你要跟哪一颗？我帮你开大门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好。热气球啊，漂浮在半空中啊。啊，要上去了，要再上升了，绳子还拉紧了。好，绳子拉紧了。好，这个蓝色的也开始上升了。房子飞到这么高矮，漂浮在半空中啊。下来了。啊，没在啊。到底在什么？好吧。他在一台车子那边。来这边拍啊，这边四颗全部起来啊，这四颗全部拍到，来过来，拍这四颗，来录影，边录影拍边拍照啊，啊，这四颗刚好飘起起来了。我都飞起来喽，我飞起来喽。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哎，哥哥。
哎，你那你在柳树干？奇怪了，在我头上也是你。我考试因为要照相。走到哪去？就走到前面。梦，怎么起不来？梦起来，赶紧帮我放倒。哦，热气球，升空升空，哇，好美的画面呢、啊！啊，这是好美的画，真的很美的画面呢、啊。这是106年6月25号，星期日的早上，我们来到石门水库，啊，是106年热气球嘉年华会。现场来了很多游客，还能欣赏，还在看这个热气球啊！哎，不然就要跑到鹿野高台了。这里是没有看到，就要跑到鹿野高台了。